有一座神秘城堡，它在那里被蓝天花海围绕，夜风呼啸，清晰可见的月角，一切美好洋溢幸福的微笑。抬头仰望，只看到天空一角，外面世界我们都不曾知道，没有分真相，被隔绝的孤岛，想要连接城堡之外的讯号。打开了森林之门，好想去探寻外面奇妙，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会是怎样，转角后就能看到。透明透明传说，黑暗森林的力量，吞噬着森林之光，此刻化作成意识，这勇敢去抵抗，遮住的光芒将要得到绽放。透明透明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，去寻找它的光芒，有关诚心创造，围墙之外听见墙内的声响，给我一条通往世界的隧道，打开了森林之门。